主料：低筋粉200克，鸡蛋3个，辅料：油、白糖、牛奶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的材料：鸡蛋打入鸡蛋分离器中，蛋黄和蛋清分离，蛋清中加入一勺白糖，用电动捣蛋器打成厚厚的奶油状。低筋粉加入蛋黄中，加入白糖和牛奶搅拌好，倒入一半的奶油状，稍下搅拌，再倒入另一半奶油状，稍下搅拌好。电饭煲中抹上少许油，倒入面糊，放入电饭煲中，插上电源，按标准煮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倒入奶油状时一定要上下搅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